上帝救好诺亚各家一家人，去登山进城中，人都进到。有一啥，家名安到阿伯拉罕，阿伯拉罕有一家番婆，但系家番婆唔晓信仰。有一日，上帝甲阿伯拉罕讲：你爱出大雅嘅地方，去一家地方，爱买只半日地嘅。好嘅。爱买本你安多子孙，还有人比多你，爱买祝福唔同世人。阿伯拉罕要听上帝的话，佢带家番婆甲家农村新家去嗰只地方，上帝之本佢诶。嗰时只阿伯拉罕就75岁。